你们好，李薇，我一看见你啊，我又想起了你那些情歌啊、恋歌的这些歌曲了啊。对，那么我曾经呢，因为跟孙浩合作拍过一首《十九恋歌》，那么最近呢又推出一首新歌是《月下情歌》啊，都是情啊恋的比较多一点。是因为我是唱民歌的，那么在民歌的素材当中呢，就是反映这些方面的歌曲呢就比较多，而且我自己呢也是比较喜欢唱，肯定是喜欢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。吧比较永恒，比较纯洁，我自己挺喜欢。哎，我知道你曾经就读于杭州音乐学院啊，杭师父母呢都是越剧演员哦，唱越剧的。哎，对。那么小的时候呢，上学之前呢，我一直跟着剧团在到处跑啊，从小就有经验了。对，所以就十九的老妹嫩娇娇。香香的莲发梢，你是山花花，我是土宝宝，你是树干干，我是树梢梢，想你喊你跟你哄你，你不理由，你把我的魂儿勾到奈奈何奈何桥，哎。你的这首新的音乐电视作品《月下情歌》，我看见这个近景啊，有个舞蹈动作，我看着是你在那跳哈，里边有不少这样的舞蹈的形体。